关于患者栏栓柱手术死亡事件，现在通报一下处理情况。新外科副主任徐清风暂停一切工作，等待处理结果。参与手术的每一个医护人员，每人写篇详细的报告，将各个岗位手术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如实汇报。调查进度和结果，通报全院。 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应该自我检讨，引以为戒。徐医生，我们是徐医生。 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。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，谨遵严宣誓，我志愿献身医学，热爱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守医德，尊师守信，刻苦钻研，孜孜不倦，精益求精，全面发展。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。 助健康之完美，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，救死扶伤，不辞艰辛，执着追求，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。宣誓人高健岭，宣誓人徐清风，宣誓人林杰，宣誓人张然。 心外科医生到了没有？这儿呢。这儿有心外科医生，患者什么症状？徐大夫，血压、心率、血氧多少？来，突发心痛半小时半小时，血压220，110，氧化额90%。哎，清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。